魏无羡，你还想着玩？咱们马上就到云深不知处了，这次听雄，各大世家的子弟都要来参加，可别因为你一个人让大家看清了我们。知道了。对了，还有你们也听清楚了，从现在开始，我们的一举一动。魏兄，我要有你这样的胆量就好了。哎，哼，他这胆量可真非一般人能比。我是第一次听见蓝忘机叫人滚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，魏兄？ 何许可贺？我今天就帮他破了这个戒。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，本公子是第一个人。你得意什么？这有什么好得意的？被人喊滚是件很光彩的事吗？咱家的脸都让你给丢完了。我可是有好好给他道过歉啊，他不但不接受，还敬我这么多天言，我逗逗他怎么了？你听没听到？天生的美女，你。 魏无羡，温柔贤惠，勤俭持家。还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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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Fake! 耳朵不好，魏兄，你居然敢去招惹大名鼎鼎的蓝湛蓝二公子？不，你跟蓝忘机打架？嗯，魏兄，你可真是嚣张啊！哎呀，我跟你们说，你们俩是不知道昨天晚上那个情景多么的激烈，夜黑风高，我翻了那个墙。 She's a disgrace to humanity. 来，死鸭子，最后一次机会，再不吃就没有了啊！哎，你说谁是死鸭子？谁嘴硬是就是死鸭子喽！你把蓝忘机和蓝启仁得罪透了，明天就等死吧，没人给你收拾。哎呀，江城，管那么多干嘛？先这么多回了，你不在意再多这么一回，对不对？以后再有这种事情。 不要让我知道，也不要让我看见。哎，快滚！姑苏蓝氏的人，怎么受得了你？我怎么了？像你这种标准，才没有人受得了你呢。哎，魏兄，什么标准？魏无羡，你敢说美女？哎，哎呦！ 哦，金公子，哎，请，就喜欢你。哎呀，江州起来着，你在干什么？哎，嗯，我晕。